我看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期视频也太恐怖了吧！土味擦边球。这就好高高，小姐姐真棒。哎，你正常说话好吗？我怕我家里人误会，好吧？推荐看这一段视频呢，戴上耳机，好吧，不要在公共场合看哦。为你烧一次。啊！别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清水鸡先生啊，你为我烧了这么久啊，这次让我为你烧一次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觉得这个视频最抽象的就是上面还挂了正能量，传递温暖。好啊，这个就叫正能量是吧？行。多少钱不够啊？他在干什么？不饶你人啊，大哥。他趴在地上干啥？大庭广众的屁股对着我们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阿白我呢，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啊！但是这个呢，我是真有点喜欢啊！这个滚。懂了。当女朋友穿得很少出门时，喜欢穿得少是吧？哎呀，又是这种夹子气泡音，哎呦我的个天哪，就这种气泡音啊，这种霸道总裁或者什么奶音啊之类的，我听到现在了我还是顶不住。来宝贝儿，他嘴巴怎么了？脱掉，我们不出去了。哎呦哎呀，你搁这搔首弄姿的干啥呢啊？香煎微露是吧？过来，好久没亲亲。下面再来一个奶音啊，这三大天王就齐了啊！能过来亲我一下吗？快点吗？我就不过来。你要是不亲我，哎，那我就不亲你。哎，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能不能顶得住？好吧，就莫名其妙的很羞耻啊，这个鸡皮疙瘩什么的。对。你怎么也来这种趴在上面然后屁股对着我们啊，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？就我不懂这个视频是什么意思啊，这个是在勾引这个猎物上钩吗？对。啊！我靠，这什么？哇，这舌头，我去，真的假的？我靠，这么灵活是吧？哎呀，这我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女生她很自豪啊，是。我靠，她是不是把自己舌头拿刀切成两半了呀？等一下，教师节快乐！我靠，你给老师搞这个生日快乐的视频，你就这样子弄是吧？还挂个小铃铛。兄弟们，我做这种土味视频啊，我看视频把我自己看受伤了，这个算不算工伤啊？想尝尝我的此刺吗？我看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期视频也太恐怖了吧！想尝尝我的此刺吗？短短的几秒钟啊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震撼。集美看，一起抵抗。你要抵抗我啊？两极反转。你拿什么抵抗我？全是这种奶音，我就抵抗你！我喜欢摇这个马尾啊！我的女王陛下，在吗？宝贝，在不在？爸爸，老婆，造你这么多声，还我就不理你！哼，生气！你还生气了？对啊。这种视频到底是谁在生产啊？到底谁在喜欢看啊？我的天哪！麻木了，麻木了。他有没有穿裤子？他还打了码，他没穿裤子。
美团外卖是吧？懂就问啊，这个美团的外卖员都是这样的吗？那不得不吃美团了呀，家人们。拿什么？他带了两条狗。这就是，我去，碗挺大呀，碗挺花的呀，我的天哪，公共场合啊，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？啊 ，OK， 家人们，以上就是本期少儿不宜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想看下一期，不要忘记长按成为这个 AV6。